可怕变态路杰。下雨，要收合。梨花东，碧花村。阿妹。这边整个都是吗？哪里啊？壁画。小巷那边的。啊，这椰子没有。早上我们来看壁画，可是下很大雨。对呀，树挡着。Mural Village。哦，爬楼梯。这是个住宅区，走啊，我们走走走。你要拍照这边，他们真的每次回家都要爬这么高。前面有小狗。什么呀 ？British Museum。等过那出名的在哪里？当狗，找找看，这边有狗啊。来、鱼。这边还是老虎。那咖啡了，咖啡 Liberty。早都没有人，都没有人来。那边有这么多，这个冰冰凉凉，啊，冰城了。梨花洞乡村博物馆，100元。哎，爬这楼梯。你把你到哪儿都没有讲。这边啊，哦，这边是 guest house。啊，这阶梯，这边是壁画。
看病。哦，有只猫。这只我怕阴阳多凶。哪里哦？还没有讲。还没有讲，我不在这边。好，你比较乖。小鸭子，人在上面哦。哪个休息区？Mirror Village 在下面。那 Village Museum 有90米向下哦。就在个凉亭。看一下风景，找不到明星了。那个小猴子被淋雨，可怜。上来还找个 museum 要下去，找一个90米。Gallery， 这边又有熊，熊熊淋雨，你走一走。哪在拍啊？去这边拍。继续啊。OK。这边还有索尼。那边有 Alice in the Wonderland 的那个裤子，你的脚下面。这个安哥就是那个壁画的人。Sam。哇 ，You draw， 哦，是安
close.小蓝人不止中性，走这台阶，一节一节下，在山上的。走慢慢的你。他们的家就在这些斜坡上面旁边，一间接着一间。哇，袜子是啊。它路很美啊，地上。杂货店。卖什么？猪肉啊。卖肉的店。有没有卖什么小吃？干地在里面卖。Dutch coffee。路这样子斜斜下去。摩托来了，摩托哪里有个盖 ？Smile。你看前面这树已经要变黄了。嗯。再刷一个礼拜。刷一个礼拜就秋天。Seoul City Wall Museum。他让我过，我又不懂；他又让他过，他又过，我也不懂。是 Seoul City Wall Museum。它拆一层成本啊？什么的成本呢？啊，来这边吗？首尔新闻新闻。首尔新闻，杏仁之门。看一些布料啊，clothing market。
中华 clothing market 里面也是整条街。中华 clothing东大门发现都是那个纳莱桥，很多在卖衣服的地方，食物这边路口就是光江 market， 在对面卖吃的。我们先来这个 Main Jungle Underground Shopping Center， 在地底下。Let's go。从里面出来，然后我们要过去湾转 market 上去。当然，整个都是卖吃的，四份全部吃。卖很多食物，哇，全部卖一样的，然后你不懂哪个好吃啊？另外一条分街也是有卖衣服，另外一边卖食物，这边卖衣服，是韩服的纪念品。去啊去啊去啊，我不要不要不要去。
卖水果。生腌螃蟹，Thank you。嗯，要 rush in 吗？可以 tester。我知道，你当我整个牙套，你吃完它。我们排队买一下这个红豆抹吉这样子的东西。大红豆馅。很多人排队，三千跟十千，怎么不一样？我不懂，他那边的那个牌放出来的都没有啊，全部人一做出来就买，做出来就买。是他们给的，看一下。那 LG 也不能吃，3500啊，六粒。其他的，那 LG 不能吃，还能放哪？可能三千还是哪个？3500是黄豆，3500，马币12.3，我六粒，一粒2块马币，什么？生牛肉，生蒸牛。啊，这次的，这么多人排队啊？去看一下。蒸牛。哦，这边还有很多分叉的街。炸土豆饼，买是当个炸什么饼？我在做。
一个三千，十块八天天，三百人排队，应该是最好吃的吧。嗯，就刚来吃。他四个人他都可以让位给你。猪脚啊？猪脚。猪手。这个年糕一个，这个紫菜这个可以打包，我觉得，对，这个可以打包。凉面还有凉面，这个呢？小吃，还有这个。是前面上面的猪脚啊，你不是不是要猪脚上面那个什么？猪脚上面这个，嗯，没啊，这个这个，那是那个鸡腿，是那个这个一二一二，啊，然后三，啊，然后水饺你不要回去打包那个，要吃这个，吃了了，不用去打包了，吃这个，然后还有什么 ？Fish cake soup 哪一个？对，加了我加。猪脚啊，这个猪脚，这个猪脚。一二三，来明洞了，那边是南山岛的首尔塔，然后我们现在来这间 HBAP Almond Store。买点蜜糖的东西。对，侧门也可以进。澳门一包八千，五包三四千。要进来吗？很大件，琳琅满目。哇沙利耶，去死，压力会笑脸，这个笑脸叫什么名？不知道啊。豆豆。Comic Street 啊。前面也有笑脸啊。
红色。那边有寿桃味儿拿三打。这里也有，稍等一下，现在还放拍啊，一直。还有一个什么 Transformer。地上哦，每天被车撞过的。炸鸡，一栋楼，上面直接上去啊。红绿灯，红绿灯，那整只是海放拍。海盗，海盗，你下一个拿手机。Refresh project。拍照哦，整条街都有画这些小小的 comics。 转快一下你啊，米娅，嗯，OK， 应该是没有了。上去就是所有的刀了，哦，飘很高。那边是缆车，可以上缆车。相当于我们是 college。相当于我们是 college。等下我上来去收刀了。走得到的，明亚。收到了，对啊，现在走这个楼梯啊，还是什么？缆车，这边坐缆车上去，就是上
这里是半山啊，半山上去啊。嗯。所以缆车可以从这边，也可以从下面的。嗯。Cable car。对啊。拿他缆车那边。等下回去。中国驻韩国大使馆。嗯。在那边呢。这里，这个。Yeah, 我们现在在 Gimpo International Airport， 要去折柱。我们坐的是 Jin Air 那个青色的。15-11到了济州岛，坐这个 shuttle bus。在这里拍照。现在我们要去拿车，租车在济州岛加两天。这个我租了哈，老飞。到他的总部要来拿车，好多车，我们要去找我们的车，在 I 八。6053，他讲，哎呀，锁匙在车里面，他讲，去踹哦。锁匙呢？嗯。会窄，会窄。但先到你这边转两，他转两圈，转两圈才去 exit 咯。阿弟，你的卡我还要吗？不用。你收这些啦。收这些啦。第四家加左手边的车。刚才你们全部那个 license 怎么拿我完了啊？有。passport。后面几个位？三个位啊？
在讲废话。你们中间没有的做了吗？没了嘛？左边，左边，好刀痛。先放行李，然后等下去找北京。哎呀！几楼啊？几楼？506、507。507，敲门。不用北京钱。没了吗？这种。那个微微给你北京吗？哎，开出来了，来进去操场。哎呀，要穿鞋还是要穿鞋？穿竞技鞋，马上来。你怎么不能插卡？快插！你插卡有什么？不是插卡啦，那插卡哎，没有插卡的，什么鬼啊？前面啦，前面插卡。电视机，放东西啊！这一晚上都还没好好看，你睡啊？你起来？冷气耶！哦，这睡也是斜的，是吧？这样困难还是？两个床啊，厕所。对，这边还凉快。我们找到 parking 八的车，这有个慢，进去慢看看。然后掉在前面走了。在一个人 safe 在那边。啊，紫菜呀，紫菜。那边有面包，后面去后面看到没有面包？北面要买的北面。我不要北面了，前面转右。买一个北面。选个北面给他这样。鸡蛋。好臭。啊，这边有卖菜。哦，很冷。香蕉酒。